这一场为期十天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我们访问了友邦瓜地马拉跟贝里斯，也过境美国纽约和洛杉矶。感谢所有一起出访的我们访团的成员、工作伙伴以及媒体朋友，还有我们华航的机组成员，我们共同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感谢在海外打拼的侨胞，以及在世界各地驻馆的外交伙伴，因为大家的努力才能够有这一次的成果。我要谢谢行政团队和国安团队维持政务的顺利运作，在台湾顾好家园，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去拼外交。那么对于这次的出访，我有三点想跟国人来报告。第一，虽然历经了三年的疫情，我们和友邦的各项的合作都依然持续累积成果。那么像是瓜地马拉的亲马德南哥医院已经完工运作，那么贝里斯的种羊生产计划协助了更多弱势家庭改善生活。未来台湾不只是要继续贡献专业，成为世界重要的良善力量，也会积极的跟其他的国际伙伴合作，创造更多丰硕的成果。第二，在这次出访当中，瓜地马拉的贾迈代总统、贝里斯的查夫拉总督以及布里先纽总理都公开的表达对台湾的坚强的支持。那么我们过境美国的时候呢，多位美国跨党派参众议员也以实际的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台湾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得到民主伙伴的支持，也让我们和民主伙伴的情谊更加的坚定。第三，我每到达一个地方，我们海外的侨胞都给我们的访团最热情的欢迎。我们勇敢自信地向世界传达我们的声音，在台湾的国人也持续地关注我们访团在友邦以及过境美国的行程，而且积极地帮忙传播分享，做最温暖的后盾。我要跟所有的海内外国人同胞说声谢谢，感谢大家的团结合作。我们让国际社会看到，在面临压力与威胁的时候，台湾会更团结，绝对不会因为受到打压而屈服，更不会因为受到阻碍而停止跟世界交流。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大家的辛劳，未来还有许多的挑战，我们休息一晚，我们继续为台湾的外交、为台湾的未来来共同打拼。谢谢，谢谢大家。